大家好，我是吴娜，我现在来到的是滴水洞，这是一个5A级景区，距毛泽东广场大概是4公里。这里边有毛主席的祖坟，滴水洞1号楼，这是毛主席住过的一个别墅。这是毛主席祖父墓碑。还有一个防空洞，防震防辐射。1号楼旁边是2号楼。这个是毛主席恩师的墓。爬山，一路往上爬。山顶应该就是毛主席的祖父的墓。这个地儿，据说当年蒋介石派人来找毛泽东的祖坟，都没能找到，可见这个地是非常隐蔽的。爬到山顶儿，就是毛主席祖父的墓。虎亭，看看滴水洞的风景。韶山，滴水清音，这儿有个洞，滴水洞是不是说的就是这个洞？这边有个小亭子，这儿有一个湖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大型实景演出，马上就要开始看这个大型实景剧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》了。我买的是最前面的票，第二排比较靠近中间。看完这个剧，我明天就要离开韶山了。视频就到这里。木门不丹，山已破坏一个旧世界。我们还将山与精神。